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啊！说相声就是聊天，是表演痕迹不能太重。哎，啊，一说一乐的事儿，就如同咱们是坐在一块儿吃饭喝酒说话，你得拿观众当自个儿的亲戚。哦，这事儿就好办了。哦，你老憋着拿他们当你的学生当孩子，这就坏了。给人上课。这是三尺左右的台，这是舞台，这不是讲台。是台下甭管坐多少人，藏龙卧虎，哪儿的高人都有。哦，人家保不齐有企业家，嗯，单位的负责人，那是有老师，有科学家，有艺术家，嗯，啊，哪儿的武术高人，嗯，得道的高僧，嚯，哪儿的酋长啊，哪国家的娘娘是吧？怎么都那么爱听相声啊？这都没准儿，不管什么身份，您往这一坐，您不必需要我来教育您，各位，这不是疯了吗？对。费这么大劲花钱买票上课来了啊，犯不上。咱们就是朋友之间交朋友，哎，聊天说点心里话，嗯，听相声有好处，嗯，听完之后心里高兴，哦，啊，人都这样。你老呛他，打架去，打架去，闹去，杀人去，一会儿火就上来了，嗯，非得劝他高高兴兴的吧，喝点酒吧，嗯，咱是朋友，讲一笑话吧。于谦他们家如何如何，老讲我们家。这位听完高兴了，于谦，嘿，有意思，于谦啊，开着宾利走啊。你出门撞我去了是怎么？就高高兴兴的，嗯，啊，这心情愉快，一出门无论谁踩脚了，嗯，不生气，哦，他不是故意的，谁碰见了，嗨，没看见，拉倒了，嗯。回家见着父母有个笑模，见孩子不至于一脑门子官司，见着媳妇好好的过日子，哎，这就是郭德纲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的贡献。哎，就得了，实话实说，是不是啊？还有人说你台上老说于谦，你不应该。列位，我说谁呀，啊？这叫怎么解释的？这个，因为您也知道，嗯，啊，上台的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啊。这唱京剧台上这个俩人，这管这叫爸爸，这管这叫儿子，大伙知道是假的啊。电视剧也是，这跟这一被窝睡觉，你知道是假的。嗯，嘟嘟嘟嘟嘟嘟嘟，打死了，好，这都是假的。我们台上拿扇子打一下都，哎呀，不文明啊！那血流成河，您看得了是吧？嗯，抬杠了，那就是。再一个了，这是语言的艺术，它不是直观。它不像小品，小品好办，比如我们俩演小品啊，啊，可以，我粘个胡子演个老爷爷，哦，还演我孙子，嗯，我们从那边过来，这下午四点多，这什么四点多钟啊？嗯，咱俩还接着说相声得了，啊，这辈儿下去的还小点啊。还有一个就是关键是就说到这儿，台上必须要打比方，我不能说观众吧，举例子拿观众说就不合适了，嗯，有人上澡堂洗澡衣服丢了，我看看第三排的谁啊，嚯，我这没说完茶碗上来了，啊，拽上了，必须要举例子，只能说我们自己，嗯，我不能说工人，不能说农民，我不能说警察叔叔，嗯，我不能说税务人员，我都不能说，啊，每个行业的都不能说，现在就是糟践自己吃晚饭还被人指责，这有点不让人活了，就是不是，啊，一点不，再一个人本家都没不乐意，你管得着吗？这叫什么话，不要欺负人，哎，那倒也，你看你高兴，你看谁呀，不替您说句话吗？不用你，哎，这好，这像话，这个德云社是五支队伍，嗯，一队二队三队四队和青年队，嗯，青年队是在广德楼大石栏，嗯，哎，在这儿呢今天是我们的二队，对啊，还有这个德云社呀，啊，三里屯啊，张一元是其他几支队伍，嗯，今天晚上算是一个小开箱，没错啊，二队的主演呢岳云鹏孙越，嗯，这俩人也不是外人，嗯，岳云鹏是我徒弟，孙越是我一个师弟，哎啊，小爷俩合作的也非常好，嗯，把他们俩人叫出来大伙再认识认识啊，哎，对着来，五环之歌，哎，你看看这个，大伙都熟悉，岳云鹏，这是我徒弟啊，从十几岁一直跟着，快拿过来，快拿，快点，快点，给我，快点，哎。那我想要，你要的没用，你还小呢，我给你存着啊。你怎么单收人钱，啊？因为什么？现在还小，等结婚的时候，师傅再给你啊。都结完婚了，人家结婚都没告诉我发钱。嗯，我师傅太鸡贼了啊，哎！什么话这叫？孩子都有了，你把那贼去了啊！哎，太鸡了。跟着你孩子也学不了好啊。小月从十几岁到北京来。也不容易，这些年一步一步熬到今天，也离不开您各位的支持啊！以后也要努力啊！
这个胖子也不是外人，这胖子我师弟啊，他是李文华先生的外孙啊，这大胖子相声世家。这个孙子呢在这个什么叫孙子呀，应该是外孙 子这个外孙呢、哎哎、没有没有哈、啊、不提外孙子啊，行了你就认了就得了啊，行嘞，这那不给钱可记住了啊啊从今天开始在这儿湖广会馆这儿给大伙演，嗯，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能耐大小是假的，力气是真的。对，老少爷们大伙儿也都捧，好好演出，好好说相声，好好做人。嗯，听见了吗？啊，嗯，包括孙越，他长得寒碜那单说，但是，哎，你不说谁知道？哎，你这模样谁不知道？啊，好好的演。另外，我们这孩子特别的聪明，因为这些年来在家里，我也没少给他讲那些个诗词歌赋，虽说我也不怎么会吧，啊。但是咱们这样试一试好不好？好，怎么试？于老师愿意吗？您说诗词歌赋，对对对对，可以啊，好吗？可以，好吧，这我擅长。胖子，你往这边站，哦、他都没地儿了。我站对面，我站对啊，一样一样，站哪儿都行，站哪儿都那么寒碜。他都咬着我。嗯嗯，这个咱们这样啊，这个上北京来，我第一先教了你是百家姓，你错着就窄了一呗。尽量你画面好看。尽量画面感好一点。嗯，好吧，好吧，好吧。好，你们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因为岳云鹏到家来之后呢，我也是告诉他，从小没上过学，咱们呢从古文这开始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先学的百家姓，因为这是基础。百家姓大家都知道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什么百家姓啊？这是我这个书是盗版的，皮儿印错了。哎这合订本的这啊，后来那个我儿子郭麒麟上学跟我说的，百家姓头句话是赵钱孙李。哦，啊，我是背了这么些年，这四个字我是背下来了啊。你才倒着学。咱们这样吧，咱们来个文字游戏好不好？哦，那咱们叫字头咬字尾，顶针续门，从我这说，我说赵钱孙李，你接着李字往下说，咱们依次来，字头咬字尾，看怎么转，最后转到德云社这三个字上，咱们就算赢了。哦，好吧，这可以啊。因为像这种节目根本就排练不了。师傅，哎，我没有明白。重说，我再说一遍啊。行，我再说，重说一遍啊。行，那个你大妈胸怀很宽阔。你让他说，让他说，什么叫让他说？我没听着。我们爱听这个，有这个宽阔吗？看。他这就是你大妈。于老师好眼力，你是真能吃肥的呀。啊，讨厌，我明白了，顶针续门，顶针续门，好，从赵钱孙李来。嗯，我说完之后你要从李字往下接，好，接四个字的成语。嗯，接不上来大伙儿给他一大哄，好不好？好，但这个他们都美着呢，一块起哄。咱们别时间抻得太长了，因为天不早了啊，马上第二场的观众快进来了。嗯，我你出了这个门，你去问问还有谁家能给这么些个，是吧？倒不是水平好，关键我们不困。嗯，夜里欢，来吧，开始啊。嗯，说赵钱孙李，我接这个李。呵，少爷你醒了。嗯，李，礼尚往来。好，怎么样，师傅？好，好，好，什么意思？这个。就是您给我钱，然后我就不退回来。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这个节目不涉及钱的问题。还不涉及钱，低级庸俗了。嗯，礼尚往来，胖子好，来来，来来往往，好，往往事如烟，好，怎么样？这是成语吗，师傅？可能是吧。行，怎么不是啊？是吗？往事，以那个往事就不提了。我接哪个字儿？这胸怀宽广，没这句。您说的什么？往事如烟，烟了进宫。因为这个很难啊。宫锁心玉。什么什么的呢？宫锁心玉。哎呀，这就问我师傅有杨幂、啊？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啊，我接蜜的。那你们是多少钱？我接蜜的，这这玉不是蜜什么玉玉，没事没事没事。哎，这杨幂这怎么有点没有没有，我不认识他，杀人灭口啊？没有没有没有，哪儿杀人了？没有，买凶杀人。别
别闹别闹别来来来玉拿人钱了吧、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那错不了、嗯、你想干什么不要提这事儿、嗯、对、嗯、什么事儿我不跟我师娘说哎呀这是新浪直播哎我对得起新浪了吧哎对这了不得了您豁出去、嗯、那错不了嗯玉赶紧玉快点玉你们这是欺负人喊猪有喊鱼的吗、哎、嗯遇人不善善了进宫老爸这说好了没听说该你说善该你善善该你善善你看这个难受的劲儿也对搁谁谁不疼啊你让理解的人说一下吧善善善善始善终哎对好始是吧没有没没说这个终你没有你不能按着说哦不是还是你有你拿一样给我看看过去啊到哪儿了中啊到中、嗯、中场休息哎戏嗯戏所心欲少爷我没有钱了啊玉是吧玉怎么又回来了这不行你得换一个啊好换中、嗯、中场休息谁换一个戏戏说乾隆哎龙啊、哎、龙你说什么问谁呢龙这是个弱智这是不要玷辱这个名词哎不是太弱嗯还要多弱龙腾虎跃哎好月跃跃欲试是哎跃跃欲试哈是个坏蛋这不是古成语是吧但是我们喜欢啊、哦、好试试也行也行、嗯、我是接蛋是接行、哎、我接蛋吧、哎、接行吧你接哪个蛋都行哎快来你接那个烫头的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哎要说四个字你说八个字犯规了罚钱罚钱罚钱杨幂怎么回事孩子拿着大了用钱诚嗯诚心诚意意、哎、一心一意意好像回来了哦哎说的什么没听见意思挺对对完了什么就对说得好对看你了对对啊你啊对对不对对你要没念过书你来不了这个你念过书你也来不了这个又该我了该你了嗯杜甫吧哎嘿你接哪个字我来对吧、啊、来你在说什么对付吧什么快最后一段什么医生你们都占便宜有意思吗、啊、结束吧没别去得绕到那儿去啊这仨人等着呢嗯快点8864那64你们也答应你答应前俩字啊四于老师数学家我说数学家吧四平八稳稳、哎、啊稳定了来看德云社那不
不行，这不行也这样了啊。要这么说，咱得说到什么时候啊？这挺好，这个啊，哎、这不错、嗯。还有别的新鲜玩意吗？刚才说说，说，咱唱一回怎么样？好吧，好吧，哦，岳云鹏是真爱唱的《武汉之歌》，好多人点出来，看来这是你的成名作是吧？啊、来，你带领大家唱一回。好，来来来来，唱一回。那很多朋友都会唱吧？好，今天开箱了，咱一定要高高兴兴、嗨嗨皮皮的啊！什么词儿？成语，成语。《五环之歌》啊，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耶、yeah。老岳，哎，教这一遍会得了吗？会了吗？再来啊！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这声真大。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好，这边的声音，小岳。对对。小叶，哎，这歌就这两句吗？往下来。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了。哎呀，我说你们点什么好啊？花那么些钱唱这破歌，唱完了还鼓掌呢。我救不了你们了啊！其实今天啊，我唱这个，这我真不会。大约在冬季。行行行，你还别说，你要唱别的我不会，这歌我还真会啊。大腰在冬季啊，你说的什么呀？他真来外国朋友了？他答应了，答应了，答应。挺好，来来来。啊、哦，大腰在冬季，行行行，别闹啊！这歌我轻易还不上，有会的等我一会儿啊。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这样你就走了。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哎，郭老师，哎，于老师，你都他妈垮死我了。这个就是说，这报应来了啊，于老师。于老师正唱他会。废话，我什么时候正唱过？你要正视问题。于老师唱一个，我给你贴板来。啊！你来什么？你说吧。您来，您来，您来，您来。郭老师，您不带这样的。你来，你来，你唱歌都能贴，真的。啊！来。把歌也能贴。哎，这可有点较劲了，怎么样？唱歌都能听，都能听。好。哎，慢点拍，我跟不上你们。你们那一只手，我这两只手。哎，我还不唱别的，你说，我就唱您那个大腰在冬季。来，您给我贴一个。来吧，嗯嗯。三百路，我张不开嘴，问题是那是你的事儿，来吧，来吧，大腰在冬季啊，嗯，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
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什么乱七八糟？咱别捣乱了，怎么啊？咱别捣乱了，咱们俩今儿来算是助演。哎，对。啊，摇滚啊啊！那让于老师先摇一个啊，我后滚一个是怎么？今天是人家二队开箱，哎，那是船底的角是有一角在这孙玉，嗯，我们俩现在那个哪个队都不要我们俩，嗯，一二三四加青年队都不要我们，打油飞呢啊，我们上青年队搭班就给轰出来了 啊，说我们岁数太大打酱油了，我们俩是 啊，然后今天来是给人家帮忙的，嗯，这个舞台应该让给岳云鹏啊，你往这儿，你站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来，干。哎，一会儿你再唱啊。嗯，谢谢。嗯，我跟我师傅在一起，说实话多少有些紧张。今天是开箱了，嗯，我师傅站在这儿，不紧张吧？好不好？哎、跟大伙儿好好聊几句。嗯，你聊之前把这钱给我。财迷，我。好了，留着。您别瞎说。柳岩是谁？再见。你师娘，哎，哦，他师娘，就是他师娘，不是我师娘。这个胡说八道，嗯，就跟没这么回事儿。什么话这叫？就往我身上推了。这有我什么事啊？来，嗯，好好给大伙儿说几句，说说心里话吧。嗯，说说心里话。嗯、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咱也可以提问；有什么不知道的，想知道的，可以举手。您要是敢举手，我就给您轰出去。这个。就这脾气，反正别得罪人了。我来给您说几句。其实我师父刚才在台上说，说相声是最难的，这事是真的，确实是这样。去年四月九号，我在民族宫开了一个个人专场，然后到后来我师父上来了，我跟我师父抱头痛哭，我在台上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是最难的，相声是最难的。后来很多网友跟我说，有什么难的呀，对不对？不就是带张嘴上去说嘛，给大伙逗乐了就可以呗。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最难的就是我们这行，跟其他的艺术形式不太一样。你看这个电影，它是镜头的方式拍出来，拼接这个镜头组成一个故事，你看电影就可以了。小品也是上来就是人物，那可以说可以讲，还有道具，桌子椅子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来，对不对？你先等会儿。什么小品还有床呢？什么小品都可以有床，你是没演过。你不光没演过，你都没看过。不、哦、大油床，哪儿那么宽的床？上来就可以演，我们这是最难的，拿嘴说，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把您带进来。您要是带不进来，像这位朋友他就走了，那就坏了。人家上洗手间呢啊！你给我坐这儿。哎。不许这样，不许这样，你给我坐这儿。哎，不许这样，走也行，反正小月。哎，你们撒开，你撒开了。哎，可千万别撒给我，人家上洗手间啊。保命早回哟。当然得回来。所以说最难的就是我们这行，门槛看似特别的低，谁都可以进来，带着嘴就可以说，但是说好了不容易，不简单。我说相声也八九年了，有的朋友说你就别说了啊，你说的这个到这个程度，你还想怎么样，也稍微的挣了些钱，其实跟那个都没有关系。这些年都是我师父一手提拔我，他在给我铺路，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这条路怎么走，上大剧场怎么演，小剧场怎么演，大剧场碰见停电怎么办？真的，这都是经验，这都得交给，这都是经验之谈、啊。话筒不给力，不给音怎么办？有俩观众听不见，四个观众他就听不见；有一个观众喊，一百个观众他就喊听不见；一百个观众喊，一万个观众任何人都听不见，这个场面怎么办？都会遇到，亲爱的朋友们，他都教给我们怎么办。什么作品适合你？什么人物适合你？你应该演什么样的作品？这都是我师父教的。我这么大能耐呢？但是哥，我想问你，真的，这个哥，我就想问你 啊，这到底怎么办？我哪知道的？啊、哦嗯，怎么解决？什么人物适合你？什么作品适合你？杨亮是春晚。
这个怎么办，师傅？这个怎么办？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早尿早回，真好啊！他来跟走可不是一条道啊，这就是肾好。这是个文言词。什么文言？肾是有理，嗯。这么些年德云社也有很多的风波，咱实话实说。有吗？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还有的朋友说岳云鹏你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不在这儿干。谁问的呀？有人问、哦、说实话那我在台上也说过，其实这样的话台上说台底下说，说不说都无所谓，只是自己心里有数就行。跟谁问没有关系，只是永远都不走。这么些年都是我师父一手提拔我的，一手你一点点教我怎么成长，是好了就走了，不合适对吧？走也没事，只要说一声就行啊。我师父是一个特别大度的人，他特别腻歪，就是他问的。我师父特别讨厌特别腻歪心眼小的人、嗯、最早我就是心眼小的人，就是真的经常琢磨这个弄那个，哎呀，心里满脑子都是与这个相声无关的事情，没必要。咱们生活也是每天快快乐乐，往前走就可以，对吧，师傅？哎，好吧，这个教徒弟教的也多了，我要是心窄，我也活不到今天，对啊。教徒弟是给中国相声界教徒弟，不是给我一个人教徒弟。学出来之后，挣了钱了，扬了名了，你得挣钱过日子，娶媳妇生孩子，孝敬父母，不是你挣钱给我花，那是两回事儿。啊，这么些年来有这么多孩子愿意学相声，能把这个市场又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慢慢做起来，老百姓愿意花钱听相声，就让人挺高兴的事儿啊。至于其他的，就是人各有志吧。啊嗯、谢谢啊！包括我跟小月，我也提过这个。当年小月确实有段时间很不开窍，光我们后台中层干部够八个人跟我说，这什么时候开除？赶紧让他，我说别介，都来了五年了，哪怕扫地做卫生也留着他有口饭吃啊！你说你知道哪片云听无语，这不就红了吗？是不是？挺好啊，挺好，挺好。最早 N 多个人都跟我师父说过这个、嗯，我后来这是我听说的。那会儿我在台底下喂狗，我师父养了好些狗，有公狗有母狗，这都是实话啊，朋友们。那是后来了。有公狗有母狗，我养狗。这个狗生什么病，狗瘸了怎么回事，这都我都知道，我给狗接生啊。这是真的真的。来客户啊，养了两年，那会儿也不让我上台，我觉得终于有一天肯定会有一天我能够站在台上说相声，后来我师父看我比较诚恳，就留下我了。嗯，挺那会儿是最难的时候，真的。我这人是这样，反正你要是投奔我过来，愿意在这待着，只要你不走，我绝不会轰你走的，啊，有我一口吃的，拨给你办完也就是了。我永远不会说去走吧，这孩子，我没有过，这么些年来都是如此啊，挺好，挺好，嗯，挺好。要不您再唱一个吧？别去了，大半夜的天都快亮了，后台老少爷们还一大堆人了，给他们都叫出来，咱们大伙儿再认识认识，好吧？都挺出来，好，人来差不多了，这个介绍一下，别着急啊，大伙儿先都再认识一遍。这是我们二队的演员，除了几位老先生，身体原因演完就回家了。这是剩下的孩子们，打那边开始穿条大褂的这个啊，王磊、刘庆福先生徒弟，我们这青年演员，大伙多关照。旁边那是，也是我徒弟张鹤帆啊，张鹤帆很有能力，演出部跟一直忙活着。这个我有一干闺女，现在跟他交往着啊，这是我是他干老丈杆子。这一点水分都没有，错不了。这词儿不好说啊。
旁边这大个儿，这是这个大个儿，我徒弟里边这个身材比较优秀的啊，嗓子也高，调门也高，能唱，要不说矬老婆高声，那叫高喝彩。旁边这我爱徒岳云鹏啊，穿浅大褂，这是我大徒弟严云达。1990年我在天津那会儿，我还唱河北梆子呢啊，他父亲跟团里唱小花脸的人是朋友，领了一孩子十二十几啊，哎，在他们家吃饭，我非要学相声，一个头就磕在那儿，就是我徒，那是我第一个徒弟。到后来我到北京发展，一晃十几年没有来往，终于有一天在张一元茶馆的后台，他找来了，师傅你还认识我吗？哎呦，我想起来了，这是我们这徒弟里的大爷啊，严云达啊。旁边就甭说了，烧饼。小时候来的是这么大，这是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小圆脸一脸的敲子，长得又多寒碜多寒碜。我说怎么还长得跟烧饼似的，就这么叫起来了。其实按照我们的谱来说，叫朱云峰，本名叫朱建峰，是吧？朱见了都疯，你琢磨。旁边这是我儿子郭麒麟。他今天是来串门的，他得坐我车回家，所以上这来玩来了啊！给二队助演，他的四队也不随谁，你说随我行了吗？这个今天跟儿子在一个台上站着呢，我也你们这行有好人没有？很开心，很开心。旁边这戴眼镜的啊，是烧饼的搭档，哎呀，我徒弟曹鹤阳，后台管他叫小四啊。这个我们后台的科学家，这沾电器的东西，只要到他手里是准能坏。旁边这叫张鹤健，啊，也是我徒弟。张鹤健有段时间跟我们出去跑，跑跑颠颠的，包括跟于老师跟着我们都做助理，孩子挺可爱。有一次我们在沈阳的时候啊，到沈阳，你往前站来。啊，沈阳演出不是露脸的时候到了啊，大伙知道这是谁？我们在沈阳宣传电影《三笑》，最后一天了。他是沈阳人，我说少爷，咱们今儿该回去了。下午的飞机走之前，于老师说咱们吃点什么沈阳特产吧。孩子告诉我了，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的冷面店，火了都不行了。可是这会儿都已经11点半了，我说这会儿去还有座儿什么？您放心，这周末又中午，哪有人吃饭去啊？我也是上了岁数，一时糊涂啊，我就信了他了啊。人家主办方拿车，郭老师您上哪儿？我说什么什么地儿那冷面店，吃点别的吧。我说我孩子是沈阳的呀，这大周末的12点哪有人吃饭，走咱去。开车到那儿了，离着有一站地，他一指，师傅您看影超超那个建筑就是那个地方。我一看呢，从我们停车这地儿到那儿的一站地都是人等座的啊。我那经纪人王海，我下去看看吧啊，下去20分钟回来了。我说怎么样，到门口都没挤进去，屋里都端着面站着吃的啊。回来我跟他说，我少爷这日子不对吧，周末中午没人吃啊。师傅我可能算错了。就这么个孩子啊，很可爱很可爱啊。你跟我说实话，那天你是冲着我你还是冲着他啊？现在跟我大徒弟严云达在一块儿了啊，大伙多捧孩子老实啊。现在这可不是骂人，这是实话。岳云鹏的外甥栾云平的徒弟，所以我是他师爷。孙越也是你叫他的？没有，没没没，正经啊正经。你听有个外字你再过来啊。我这徒孙辈的呢都叫小字的啊，草字头一竹头，小俊廷老师那个小啊，这叫李小奎。岳云鹏的亲外甥，这没办法，倒不是说我们非得冲一大辈儿，眼睁他舅舅是我徒弟，我把他收了那人家里没法拎了就，所以只能是岳云鹏师兄弟收，栾云平的徒弟这是啊，以后好好学啊。这人叫高九成，是我们九字科的徒弟啊，家里边家大业大，有的是丝袜啊。他舅舅在承德等地有很多大买卖啊，这个毕业之后舅舅问他啊，你干点什么呀是吧，
这是承包人吗？这石家庄的，石家庄，你干点什么呀？啊，他们家有好多连锁店，五星级酒店，趁好几百个啊。当时说有一五星酒店，你上当老总去吧，男不去啊，男要说相声啊。最后他舅舅哭着喊着把他送到这儿来，我这不疯了吗？这不是，放着买着不干。我说那后台先做卫生吧。孩子说那也行啊。这个老总在后台干了3年，扫地做卫生，擦玻璃倒土，还行。结果给坐实大褂，这不现在跟我们这儿当老总了吗？啊，九字科的学生啊，高九成，大伙儿多捧啊。这是我们赫子科的秀才啊，叫齐鹤涛啊，齐鹤涛。之前国家菜筹备期间，就是他一直忙活着进个货、买货什么的。这个货反正是进的非常好啊，也能逗哏，也能捧哏。假以时日，必成大器。努力，少爷啊！孙鹤宝啊，最早来的时候也是因为条件的问题，大伙说这孩子不能留下，可后来说试试吧。没想到一留下，嗓子特别的好，特别的冲，一唱起来叽撩叽撩，嗷唠嗷唠的啊！啊，来了就来一个吧，来。啊，这么多妇女姑娘，要听你柳一个唱一个了。啊，你最拿手的是什么？我都忘了。哦，好，我们介绍下一个。那个唱两句也行，吆喝一个也行。嗯，就还卖菜吧。好吧，啊，他原来是卖菜。来，快快快快！香菜啦，青椒哎，高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蟹，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的香椿来，蒜儿来，好韭菜。哎，这是河北省卖菜的吆喝。哎，对。啊，好亮，饭后来来，我现在。我没条件啊，先记着孩子们说啊，这也是我徒弟侯鹤莲啊，这是于老师的干儿子，早先人家孩子唱京剧老生的啊，后来个儿忒高了，找了好些个唱花旦的呢，都到科技盖那儿啊，他在穿上靴子一脚那个人都飞了啊，后来他爸爸是我们好哥们好朋友啊，列位哪位要是喜欢玩个蝈蝈玩个鸟有什么问题向人请教，人祖传好几辈在北京玩的扁毛类的，人家专家啊，所以有这方面爱好，尽管说话。嗯嗯，在台上能说能唱，小伙子长得也好看，后台这数一数二，除了我就是他尊啊。侯鹤莲，来，正爷，这是我师弟郑好啊，东北相声名家王志涛先生的高足，早先在沈阳广播电台，人做主持人，做得风生水起，也做制片人，红的都不行了，后来也不怎么吃错了药了，就是。认为自个儿是说相声，我怎么也得说相声，说相声就得进北京，据说进北京就得去德云社啊，结果就来了啊，抛家舍业啊，人家那儿日子过得特别好，一切都抛开，什么都不干了啊，到北京来，这么些年来不容易，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尤其他的节目啊，嗯，他有知识有文化，所以他的节目是有身份的人能听得懂，列位爱听吗？爱，都是有身份的人啊，姓郑，叫郑好。正好一听就是艺名，本名叫喜定，喜欢的喜啊，一定能成功的定。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有点误会，因为在家里有时候他媳妇儿一喊呢，一回家他没在家，媳妇儿问公公，问他父亲，老爷子喜定呢？老爷子正喜定呢？后来改了这名。我说的是真的吗，兄弟？就当真的听吧。正好得了，杨可通。哎，别来来来来来，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啊，给个活路啊，来串门的来了啊，这个今天他跟郭麒麟过来玩来了，他们是张一元演完了就串门助演啊，他是四队的队长杨鹤通，也是我徒弟啊，哎，你这个有广告嫌疑啊，你这是八队的队长，行了，好好演吧，回去别跟人搅和了啊，来来来，孙先生。你姥姥叫你了，你我兄弟那二队的队长孙悦不容易，叫自个儿真可爱，非常可爱啊！这个有一套，因为什么呢？从小在我就认识他，我认识你年十几啊？十六吧，十六、十五、十六那时候啊，十五、十六差不多。一帮小孩们，其中有一小胖子，倍儿可爱，没想到这么多年过来都没人样了。就是你挑的，也算是相声世家出来的啊，
这么多年来跟着我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带着一票人马挺辛苦。那以后二队扎根在湖广会馆这儿，好好的干。孩子们你该管就管啊，都谢谢你啊，有什么事冲我说、哎、啊，回来你看我怎么管你的、哎、啊。再一次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德云社有一小曲叫大实话，把这献给所有的父老乡亲，谢谢各位。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古人不见今时月，明月曾经照过古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草鲜花盼的谁人，说同行亲、哎、你们这样让我很为难，有时候不那么亲，勾心斗角好寒心呐、啊！争名夺利有多少载，骨肉相残为何因，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里多吸引的，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一道塞北，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拐我这，你去干嘛？拐我这，我也是拐了。